老板娘，老板在家吧？在里面是吧？好了，我们现在已经到猕猴桃基地了，现在去找一下那个老板。张总，今天雨停了，我就来了，来看一下猕猴桃啊。可以啊。听说你们今年的产果量比去年高一些哈。翻一倍啊！哇！朋友们看一下，硕果累累哈。那必须的。怎么样？哇！把它摘掉了。有点像那个梨子哈。梨子。对啊，那梨子也是。强多了。我说像梨子那么大嘛，哈。呀，有的还大。这个品种它本来就长得大，超级金果嘛，这就是超级金果。超级金果是吧？环形，它就长得大，对，它就是口感好，长得大。我们去年卖的口感最好的，对啊，这最大的一个能长到八两的，八两，厉害吧？对啊，最大的，咱们一般的都是在三斤，哇。这一坨你，呵呵这一坨起码有十多斤啊，哇！不止，二十多斤哈。哇，这个太结太多了吧，哇！又结的密。摘果子摘了好多豆吧，就是丢了很多，就是打掉了很多是吧？对啊，打掉了很多。打掉好多还结那么多。哎，什么时候采摘这些果子？马上摘啊！现在好像一个采摘节是吧，你们？啊，是吗？来，这个有半斤吗？比我全的。这个肯定有哎，这个这是糖心的，那口感不一样是吧？对，这种好吃，好像小一点，是果可小一点，长得形状不一样，形状对，形不一样。它那个鸭嘴嘛，它是长条形的嘛，那个是椭圆形的嘛，大大的嘛。嗯，这个你看灌的密不密？密。你看灌火灌多不多？大家筛果的时候就摘的好多丢掉了，还是长这么多，你看这个特别甜，这个啊，这种树产量高，今年的翻倍啊，去年来的时候你看到这么多，哎，去年我们都没注意这种果子，好像去年挂的少，去年这种果子都上不了市场，马上搞采摘节，不打除草剂，不打，然后不套袋，最环保、最绿色的水果哈、啊，真的有认什么证书都有哈。有绿色食品认证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，全部都有。对对对，我们这边的话，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是没有工厂，真的是绿色产品。那你这四面都是大山，谁把工厂开这里面来发疯了？对呀、啊，在我周围啊，可以说是被你看猕猴桃包围了。你看你蹲下来一看，哪个里面不是密密麻麻，像葡萄一样的。嗯，整个人都看着就想吃了。我身后的这棵树就是徐香啊，徐香的果子还是要小过很多啊，对不对？毛茸茸的。啊？现在发快递都这样子套袋啊？要搞直播吗？那一天？可以搞一下，我外面套了防水袋哈、哦，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淋湿了。对。防水、防尘、防污。有怀孕哈，刘总，你说可以找到一个直接自然成熟可以吃的是吧？可以啊，那就下雨，天天下雨了，好吧？这个就是昨天，大家看一下这个几个，这全部昨天我姐我就把解过去了，对呀、啊，很干净这个。哎，我现在吃一下这个糖心啊，嗯，它这个是自然成熟的，刚刚我们在地上捡的，清甜的。老板刚刚说这个糖心的话是世界上最甜的猕猴桃啊，反正我也感觉到确实很甜。喜欢啊？我们感受这个是世界第二，没有感受是第一。这么牛逼？啊？这么厉害？肯定啦！你这吃怎么样嘛？你说实话啊，好吃好吃，不好吃就不好吃啊。
甜，确实很甜。刚刚跟猕猴桃老板在园子里面稍微转了一下，就是这个果园太大了，一眼都望不到边。今年它这个瓜果率啊，比以往去年的话又多了很多。我们看了一下徐香的，还有糖心，还有就是超级金果，试吃了一下它那个口感确实蛮不错，很甜。过几天他们也会举办一场采摘节，到时候我们可能会过来一场直播吧，到时候大家可以过来支持一下。有需要购买猕猴桃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在我们店铺下单啊，谢谢大家的支持。